喂喂，好，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。这个故事是说呢，其实我单身很久了，很鲁。那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电话，我现在要拨拨看，他据说可以帮我脱鲁。哎，哔哔啵，哔哔哔。喂 ，Hello， 那个我是因为最近 ，Can you hear me？ 那个我想要脱鲁了。I'm in California, dreaming about who you used to be. 啊，不是啊，我是说那个，我到底可不可以 ？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. 啊，不是啦，哦，越老的来速没有用嘛，到底有没有用嘛？让我们来去看看。欢迎高二师范大学越老的来速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秀花与相爱多年的男友分手了。我们分手吧。不，我求求你不要这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和男生交往超过一个星期？我那么美耶，花儿看到我都觉得羞愧了。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就在秀花向上天询问为何对他不公时，秀花的肚子也饿了。我就会失去幸福，值得吗？
卖卖机，我们就能在一起了。好呀！吃了卖卖机的羞花顿时昏了过去。没想到每个吃了卖卖机的人都将成为德莱素的情人候选。我们就到这里吧。走得越来越好。月老德莱素您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这位长得好像有国文老师哦，这两位也不好，还是他吧。好的，现在为您做一个包装幸福的动作。真是无可挑剔的女朋友啊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内心空虚时，人会寻求各种慰藉。羞花要在失恋后，汲汲营营地追求幸福。最后成为德莱素候选人，卑微被动的等待别人选择。现实世界也有许多人为了满足心的空洞，用不正当的方式吸毒酗酒，只为填充心中的伤口，让自己陷入恶魔手中。人生低潮时，我们不该被趁虚而入的慰藉利用着，我们应该理智的解决问题，才能迈向美好。月亮和男性追爱很容易，我们的演出结束，谢谢大家。